我没吞下去。好吃又好玩的桃子糖果食玩，嘿嘿，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糖是什么样子的。哦，上面还有一只小熊猫。哦呦呦，盖子都飞了。哇，这里面的糖怎么这么大呀？哇，好像恐龙蛋一样的。尝一下它的味道，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来，给它倒出来，倒出来。哇，这样看起来更大了。来一个粉色的吧。它里面是空心的。啊，我以为它咬起来是脆脆的口感，它怎么有点像泡泡糖一样的？嗯，真的是好奇怪，它给足了我惊喜啊！说多吃几个，多吃几个，越嚼越硬了。这个不会是泡泡糖吧？我来玩一下这个骰子哈。我一直都说它是骰子，但是我闺蜜说它是骰子，我说是骰，她说是骰。宝子们，你们说是骰还是骰呀？我要骰了，哎，哦，骰了一个五，但是我想骰一个六出来呀，嘿嘿，哎，哇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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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六了，宝子们，嘿嘿，六六大顺呐，啊！祝你们也六六大顺哦！来吹个泡泡吧，虽然没吹出来，但它就是泡泡糖，幸亏我没吞下去。把这个骰子拿去给闺蜜玩吧，嘿嘿，好嘞，又是开心的一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